就不要再隐瞒下去了，不要把我拖下水啊！放开！这辈子都不打算放开你了，高迪亚，我把眼泪喷出来。你们看到了，这才是我真正的样子。他，是我真正爱的人，是我对不起。但我希望你们也和我一样勇敢，去找到那个真正爱你们的男人。你这个骗子！你等着，我不会就这样算了。我们三个都输给这个。 狐狸精，啊！我狐狸精，你怎么打人啊？怎样？心疼啊？我可不可以文明一点啊？我也想好好爱一个女人，但是我就是力不从心，你们就算杀了我也没用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可以了吗？好，算了算了，再吵下去，我们也丢脸。丽丽，小雅，我退出，我们走吧。怎么了？ 是全哥好，不提不提不提，所以刚刚你们发生的事情，你都看到了。全哥，不止他看到，我们也全都看到了。而且他在那边很久，我相信他看到的精彩画面一定比我还多。不要再说了啦！不提不提啊，晚点再跟你们解释哈，我去换个衣服，外面聊 ，OK？ 刚刚那个男的是，他是高定雅，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。嗯，你不用跟我解释啊，我看过他。你看过他？对啊，你们很配啊。什么配不配啊？你完全搞错了，事情呢不是你想象这样子，有时候我们眼睛看到的，并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。 他可能是一种错觉，像刚刚的状况，他就是。我嘴巴东西啊？有吗？没有啦。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啦，我懂的，我懂。真的懂？我真的懂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Yes。 啊，对了，那个，你今天怎么会来啊？ 只是我只是来这附近办事，然后少奇叫我带一盒从上海带回来的巧克力给你们吃，结果我太赶了，我就忘记了。忘记很好啊，今天的事情我全部都会忘记的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不是啊，那个蒋小倩，那还是没搞懂啊。 你公司咖啡是不是没了？你到处找不到。你做出这种事还指望我泡咖啡给你喝？啊，哎，雅哥，我来帮你泡好了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对对对，还是请华妹帮你泡。你的阿如啊，在你咖啡里面下毒。下毒？为什么要下毒？阿如喜欢我们全哥很久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 讨论多元成家很好的题材。你好，第二个，请问一下，你把出柜这个不能说的秘密说出来之后，你现在心情如何？我现在不想谈这个，可以。所以说，
你现在打算继续躲回你的衣柜咯？我今天早上可不可以不要再面对这件事情？不要拍！你把全都逼出柜，然后打算自己躲起来，你真的是一个烂人！啊！我今天早上心情起伏已经够大了，你们户外上班，不要再管我的事好吗？阿如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权哥。那个华妹，等下咖啡帮我送到校长办公室里来。你为了让自己脱身，你拉我下水？对啊，对。然后你一点罪恶感都没有？哎呀，你我之间如果要动用到罪恶感这么高层次的感觉，那就太见外了吧？罪恶感对你来说层次太高，那羞耻心呢？你有没有这种东西啊？我有一种更珍贵的东西，叫做义气。你放心，以后你有同样需求的时候，我一定会舍身保卫。你放心。我不需要做到这种份，那就最好了。感激我就放在心里，做兄弟的就不用说谢谢喽。哎，你刚刚那样才叫做耳吧？哎，别坐这种位置上。你就躲一下，我这边走。我们外面那个同事都超怪的，一个是拿手机狂拍我，另外一个是想在咖啡里面下毒。那个阿如是不是很爱你啊？你别乱胡说八道了，我是认真在关心你，好不好？你老是拒绝恋爱，会生病。你生什么病啊？你这么爱劈腿。容易得病的应该是你吧？如果可以好好爱一个人的话，谁会想要劈腿啊？大家都在 try， OK， 想要找到一个最适合的人，但在那个人出现之前，多认识多看看，不是很合理吗？所以伤害别人也叫做合理？那是他们太认真了。大家对 dating 的共识不一样， dating 和以结婚为前提交往，那是金星和火星的距离。不管怎么样，你的牺牲非常值得，你非常伟大，你让三个女人可以继续他们的友谊，不会因为我而破裂。那我跟你的关系？破裂了！哎呀，我最爱你了，你知道的吗？全哥，对不起。你看，好了，现世报，现在全世界都认为我跟你是一对了，我看你以后怎么把妹？哪来的全世界啊？不就你公司的几只小猫？对了，那早上门口那女的，谁啊？前女友。高鼎啊，你为什么这么不勇敢？依我，不相信我。这影片怎么会上传呢？应该是那三个女的其中一个由爱生恨吧。所以他们是真的情啊？当然是真的啊。他真的是 gay， 这种感觉真的好奇怪，好复杂哦。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明明爱过他，可是他竟然是 gay， 那这样子我们的过去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去找他不就是为了要一个当初分手的答案吗？你已经找到了。对啊，是找到了。但是不用去想那些但是，不重要也不需要。你现在过得很好，不是吗？相较之下，你的初恋男友才是真的痛苦吧？为什么痛苦？他现在有一个爱他的男朋友。哎，不是说现在，我是说以前。那你设身处地一点，当时你爱的那个人他有多痛苦啊？十年前的社会风气那么保守，他当时一定是比现在更极力的想隐瞒。是没错啦，但是照你这样说的话，我那时候不就是烟雾弹吗？你觉得他那个时候跟你只是玩一玩，没有真心诚意的对你啊？也不是啊，这样说不公平。我觉得他那时候是真心的。那你还有什么好追究的？他呢，努力过了，不管他是试着爱你还是试着爱女人，他都付出了他的真心诚意啦。搞不好对你他还抱着罪恶感，想说好吧，毕业了终于可以不用再见到你了，结果重逢才没几天就让你看到那难看的一幕。
其实你看到的这些，就已经足以解释当年的一切了。很多当年你想不清楚的答案，现在应该也都解开了吧？谈恋爱的时候呢，谁敢笃定一定会永远？但只要当时有掏心掏肺的在灌溉，那些青春就值得了。怎么这么笨？这么可爱呀？哪里可爱啊？说你脏脏的！哎，贾小倩，过来！没有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都是我的错。弄你脸，弄你脸，弄你脸！准备晚餐了。去看一下插销。当年的校犬在帐篷外待了一整夜，整晚都没有进来睡。当时的他一定很难过吧？有些事，不管你怎么努力，就是没办法达成。我已经是大人了，现在的我都懂了。当时你的心情，我现在都懂了。其实交给弟弟处理就好了。哎，对，好了，就不说了啊，拜拜。嗨，我不知道那么早回家，哎，冰箱里面有菜，我煮晚餐给你吃。啊，老婆。哎，现在煮晚餐好像太早了，不然我们去看电影。我们好久没有一起看电影了，然后看完电影我们在外面吃，好不好？其实我只是回来换衣服的。哦，所以你还要出去？是啊。陈总那边还有个饭局，我一定要去啊。好吧，那会吃到很晚吗？
希望10点以前可以结束咯。好。还是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去？不要了啦，你也知道我太喜欢那种场合。没关系啊，你去，你知道我很会打发时间的。不然，如果时间不太晚，我待会儿去租 DVD， 我们一起看。好啊，不过你不用赶，工作第一。好，我走了。剩下我跟你了，定宇回来了吗？马上可以吃饭了。妈，是我。是定雅？是定雅吗？嗯。哎呦，定雅！乖儿子回来了。哎，那个是什么？你怎么抱那么一大包？妈，我可能要回来住一段时间。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啦，就跟房东吵架，住不下去了，所以就先回来住一下。等找到房子，我就搬出去了。什么找到房子就要搬出去住？你急什么？这里是你的家，你能回来住在一起啊，你不晓得妈妈多高兴呢。谢谢妈。哎，要回来，也不先通知，打个电话，我就煮了这么点菜。够吃嘛？要不要再炒两道？不用了啦，妈，我不是客人，不用麻烦。什么叫客人？也不麻烦，好不好？我本来都还没出户啊，你哥哥哈跟嫂嫂哈他们都要下班回来，我才现煮。定宇啊，他喜欢吃热汤热菜啊，我哪提早下锅，冷了他们就不喜欢吃啦。多煮两道，今天加菜。好吧。好久不见了。好，微微回来了，马上可以吃饭了，我忙去了啊。我说我想喝饮料。好啊，叔叔帮你拿。谢谢叔叔。今天你怎么也在？丽雅。丽雅，那你今天怎么突然回来啊？就可能要回来住一段时间。这么突然。伟伟，伟伟，你怎么在喝饮料？我们要吃饭了，饮料拿去放，快点。小孩子啊，不懂事不懂事。来。妈，这些菜是昨天吃剩的吧？哦，对对对对，那个没有吃完，我想倒了也可惜，所以呢，还可以吃的东西我吃。那今天现煮的你们吃，放包包放包包啊，洗手的洗手，吃饭了。放包包。妈，那大骨有含重金属，一直煮对人体不好啊。会吗？上次婷如不是跟你提醒过了吗？啊，你看，你又忘记了啦。下次改进。好了，妈，我肚子有点饿，我先吃啊。你先吃，吃饭，我再炒两道菜，我很快的，我很快的。伟伟，高伟伟，你不是说好吃完饭才回去？不等妈一起吗？不用等我，两道菜我很快，你们先吃啊。是不是最喜欢吃炸鸡？嗯。帮他多夹一点。这是我爱你，你也爱我。高定雅，你为什么这么不勇敢？干什么？副总好。副总好。副总，
他们关掉。哦。哎，副总啊，大家好。对对。麻烦你要跑一趟。应该的，提案本来就是这样子嘛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好。怎么了？大家怎么语速都怪怪的？没事，开始吧。啊，今天晚上约了吃晚饭，记得吗？哎呦，同事跟我讲过。我还约了小倩，你们是同学，没关系吧？当然 OK 啊，没问题。妈早啊。哎，儿子啊，起床啊。嗯。这么早？哎，你不是都睡到快中午才起床的吗？被吵醒了。我明天跟他们讲，叫他们小声一点，啊，才不会吵到你。嗯，哎，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，习惯了睡醒了就先喝一杯咖啡，妈妈帮你泡啊。啊，妈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你吃早餐了吗？还没有。没有办法，家里面有小孩就这样，他一下要这个，一下要那一个。我跟你说，老妈每天呐，早上起来都是很忙的。可是高定宇又不是小孩了，而且。大嫂应该帮你的忙才对啊，你真的没有必要帮他们做这么多啦。你大哥大嫂都上班，他们都忙，然后妈妈呢，闲闲啊，无代志做啊，啊我又没差，帮做嘛较袂无聊。妈，哎，好，哦，好香哦，儿子泡的爱心咖啡。对啊，我最有良心的是那种白吃白住的人。你怎么这么讲啊？你这样讲好像妈妈很可怜呢，并没有好不好？像你大嫂啊，她前几天哈、哦、还拿了一些衣服给我，说是她朋友给她的。我想那应该是她不喜欢的吧。嗯，你怎么这么讲话？什么喜不喜欢？那个衣服嘛，能穿，他不穿我就穿嘛，谁穿都一样。嗯，一家人嘛，这么讲就不像是一家人了。嗯嗯嗯嗯嗯。你有多久没有买新衣服了？嗯，五年嘛。哎，不对，哎呀，你怎么问这个问题？忘了啦。谁记得多久没买新衣服啊？那衣服又穿不破，摩擦啦。当然有差、啊，你不能这样啦。每个女人都应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。你儿子我是干哪一行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那就对啦。早一天我带你去剪一个 fashion 的发型，带你挑几件衣服做造型，怎么样？免费。那这么说起来是我赚到的咯。当然啦，你有我这儿子，你坦丢啊。太好了，安尼我都无客气呀，哈，把你破费一下。嗯，好好好，我煮便当菜了啊。啊？什么便当菜啊？给伟伟送便当啊。你还要送便当去国小给伟伟啊？嘿，伟伟哈，他一周才吃一次便当，那学校煮的他又不喜欢，他还是比较喜欢吃我煮的啦。怎么样？今天晚上菜色还满意吧？谢谢副总的招待，非常好吃。他们的甜点也很好吃哦，试试看吧。好。嗯。所以你们以前算熟吗？我们不算太熟，他有很多事我都不知道。嗯。是啊。对啊。就像那天他在公司楼下认出我，我都差点认不出他了。毕竟也快十年没有联络了嘛。所以没想到缘分这么巧妙，又把你们安排在一起。哎，来来来，我们祝久别重逢，还有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谢谢副总。不要叫我副总了，
太见外了，你叫我少奇就可以了。好，来来，干杯。你还是不喝酒啊？哦，小倩喝酒会不舒服，而且待会要开车啊，你不会介意吧？还是你觉得久别重逢一定要喝酒啊？当然不介意。啊，对了，这个微电影的男主角你有想法吗？这微电影我们想找 Jacky 来演，他最近刚好搭上青春电影的风潮，我想能够为这支电影加分不少。就像会议上讲的，我希望在微电影加入一点初恋的悸动，却又黯然失去的感受。好，我真的很期待，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很好，而且你真的很有才华，又是一个很勇敢的人。勇敢？对啊，你看，用寂寞还有成长来包装卖房子，这不是一个很勇敢的 idea 吗？啊？那要谢谢你的支持，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，这支片可以提早拍完。是吗？嗯。真的吗？那这样子你就可以陪我去旅行啦。好啊，你想去哪里？你决定。我要好好想一想。你们先吃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结婚以后，你就真的很少时间在台湾。小倩不习惯住上海，她常说一个人在台湾比较自在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。现在全球化工作的浪潮，夫妻不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已经是一个不可抵抗的趋势了。哎，还是要谢谢你，让我们夫妻有旅行的机会。您太客气了，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老总，你请说。嗯，待会儿。嗯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待会儿见。嗯，拜拜。不好意思哦，老总找我有事聊。那待会儿麻烦你帮我送小熊回去了。没关系了，我自己搭车回去就好了。不用那么客气，就当是你的同学送你回家嘛。好了，来来，谢谢。不城市多热闹，人就有多寂寥，我想各孤岛，跟世界曾经真的没有送你回去吗？我的车就停在前面而已。不用了，我一个男生让女生送我回家不太好吧，我陪你去拿车就好了。你真的不用在我面前耍 man， 我们又不是不认识。是啊，是谁在老公面前说我们不熟？哎呦，过去的时候过去了嘛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，而且在他面前也没有必要提吧。也对。怎么？你会冷啊？世界正如我们想象，冷酷霸道野蛮。给你啊，拿去了。那不客气喽，谢啦。总要爱过几次伤，才放下遗憾。我现在还是会烦恼，心累了之后。其实我们可以当朋友的。所以原本你打算不跟我当朋友的？本来是没有这个打算，但是后来想想，觉得人生中好像有很多的结是需要靠自己去解开的，而且以前很多不懂的事现在好像懂了。你懂了什么？老实说，那天我还蛮高兴自己有去找你的。那天？那天
我看到的那个吻的坚定程度，真的是超过十年前在帐篷的你。而且说真的，那个吻是有让22岁的蒋小倩有点嫉妒。蒋小倩，我真的不是。哎，我都已经这么坦率地说出来了，你心里面到底有多少拐弯是过不去的？我没有什么弯是过不去，但我真的不是。好了好了，你不想承认也没关系，毕竟要在前女友面前承认自己的性向不是那么容易了。不是，你鲁不鲁啊？我超不鲁的好不好？我现在是个成熟的大人了，我是真心开心的可以祝福你，而且在你需要的时候，我还可以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。你现在需要吗？不用，谢谢。好啦，那至少让我送你嘛。今天又这么冷，我车就在前面。上车啦。那是做不到或者做不好。到了，谢了。谢你。哦，我拿个东西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客气。小心开车。拜拜。拜。也许只是不够爱自己。关于以前的所有，我真的释然了。应该坚信我不是没有经历，如果只是不够爱自己。这是一种真正的长大，我很骄傲。面对我的初恋，我给予了祝福，也真心把他当成朋友。我做到了。干嘛？你怎么起来了？我刚刚喝了点酒，肚子有点饿，你煮碗面来试试啊。你怎么不叫我起来煮就好了？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我帮你煮啦，你忙了一整天了，又去应酬，我来煮啦，我煮比较快。哇，好啊，可是我……哎呀，不要再可是了，我煮比较快，来，你把手擦干净，等一下就好了。老公，你今天有没有打给妈？今天还没啊，怎么了？没有啦，我前两天买了一条围巾给她，我跟她说是你买的。如果你有跟她讲话，你不要穿帮哦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
老公，我们家一楼的吴教授他们家的小黑生小狗嘞，生了好几只，好可爱哦。但是其中有几只是黑白狗，结果吴教授超生气的，他就一直追问小黑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觉得好不好笑？有机会我们也养一只小狗好不好？老公，面煮好了。高定宇，嗯，这不是定雅吗？你看，哎，真的是定雅，这影片点阅率蛮高的。他常常上一些时尚节目，也算是一个达人。可是这个影片，这不是属实吗？小朋友不可以看。哎，对啊，没有看到，面包好了，热的哟，哎。来来来，妈辛苦辛苦啊！姐妈，喂，怎么了？在看什么？为什么不让伟伟看？没有啦，妈，这个就是哦，那种网络上啊，人家弄的一些恶搞影片啊。我刚刚看到叔叔跟一个男生在亲亲。哪一个叔叔啊？哦，那个他只要看到跟定宇差不多年纪，他都会叫叔叔啦。对啊，看到跟我一样都会叫叔叔啦。啊，伟伟，我们是要迟到了。对，我们要去上班，你要去上学哦。那我们先走了。那我们先走了，不，走，去拿书包。好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走吧。跟阿妈说再见。阿妈再见。再见，小孩子带好哈。好好。开车小心哦。好好好。嗯。那么急，哎。嗯。早餐都没吃哎，全都好好的。急什么啊？在看什么呀？神神秘秘的，还不敢给伟伟看。我来看。你为什么这么不勇敢？因为我会相信我。妈，在看什么这么认真啊？你怎么这么早起床？今天有工作吗？哦，没有啦，今天没有班，只是有点认床，没睡好。你干嘛？没有。是不是在看什么连续剧啊？现在追哪一部？不要碰我的平板。不碰就不碰嘛，干嘛这么激动啊？我哪有什么激动啦、啊？这个平板是你哥哥买给我当生日礼物的，我怕你把它弄坏了。看你宝贝成那样，我买一台新款的给你，你这个很旧。不用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？没有。照你的惯例，你现在应该是问我要吃什么早餐，或是主动泡一杯咖啡给我吧？不是你叫我不要这样的吗？是没错啦，但我总觉得你今天怪怪的。哪有什么怪怪的？没有啦。好了好了，你要吃什么？你今天自己早餐自己弄好不好？那有什么问题？妈，我喜欢你的改变。做自己就对了，像你儿子我就是这样啊，根本就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，做你喜欢的自己。我先去上个厕所，等一下咖啡我自己泡，你完全不用理我，去看你的剧。好。
虽然说购物也是疗愈的一种方式，但是你也太会买了吧，小姐。哎呦，周年庆一年才一次而已，你没有听过买越多送越多，折扣就越多吗？我拿来，放后座。昨天我送何孝全回他的工作室，这应该是他忘在车上忘了拿的。这是导演的分镜脚本吗？分镜脚本长这样吗？这些都是我跟他曾经发生过的事。就像雨水，窗台蝴蝶，像诗里纷飞的美丽章节。我借这些，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。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。不好意思，其实我还不太会弹。但是我超喜欢这首歌的，我有幻想过，如果有男生唱这首歌跟我告白的话，我一定会跟他在一起的。有点白痴对吧？所以我加入吉他社就是希望能够练好它，这是我的目标。很好很好很好，那你加油，加入，你才刚加入社团嘛，所以我祝你早点达成你的目标。谢谢。那我们大家来拍手吧，拍手拍手。好了，接下来新的学期就要开始了。本团的台柱何孝全同学要来演唱了。今天要唱的歌是《Cup》，怎么念？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呢，我们热烈的欢迎他，好不好？对。爸，下整夜，我的爱溢出，就像雨水，源自落叶，跟我的思念厚厚一叠，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。你出现在我诗的每一页，雨下整夜，我的爱溢出，就像雨水。窗台蝴蝶，像诗里纷飞的美丽章节。我借着写，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。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。Thank you.
他居然把我们以前的事变成为电影的内容，所以你对他来说很珍贵啊。很珍贵？对啊，你不是说你们是初恋吗？所以你是他的第一次，搞不好是唯一的一次，唯一一次努力喜欢的女生却还是失败了。这样讲起来我真的觉得他有点可怜。我问一下，主角是徐浩，你 OK 吗？ OK。 为什么要羞辱我们的爱情？到处有感动。